等咗喺前面少少，见到黎家中升亦系唔稳啊！永宝一早等咗喺好前个位置吓，喺外边仲有就系水仙花啦，然之后仲有就犯罪现场，大爱兰仲有就系艾利传奇啊，伊国如港嘅，最后啲跟住就系争霸战啊，然之后仲有咧就合作农场啦，最后啲就系灰马嘅新港，然之后元武岩啊，咁啊，然之后跟住先见到威利大师啦，威利大师再后啲先见到水仙花啊嗰啲马，喺后边仲有嗰啲就系披风骏马嗰啲马噶吓，好啦，摆前面咧扯箭扯走放出头咧，见到华林家放出头外边嗰只异国渔港。咁啊，再後啲咧，跟住先至見到咧，騎下就係盛威嘅，盛威跟住外邊見到就羅馬大帝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永寶守住內欄嘅位置啊。咁再後啲喺外邊仲有嗰只就係輕鐵站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勁震撼啦，拍咗一齊入邊爭霸戰啊，爭霸戰最後啲跟住就萬事富喺中間嘅位置。嗱，大熱門嘅波普甜酒守住內欄喎，喺佢外邊合作農場，然之後新港最後啲艾利傳奇外邊就係官立。啱啦，然之後跟住滿利恩再後啲，跟住先見到就係威利大師啦、水仙花啦，然之後仲有就係元武岩，再後啲跟住先見到就係披風駿馬、蘇格蘭勇啊嗰啲馬嘅，咁啊距離頭馬而家約往仲有成12個馬位嘅嚇。好啦，去到馬尼半河嘅斜路仲有1600米就到終點啦。華林家扯箭扯走，依然以半個馬位之先領先啊！異國如港啊，守得相當之前嘅第二嘅，然之後跟住羅馬大隊一早上咗嚟喎，再後啲跟住先見到輕鐵站，再後啲就係前度香港馬永寶啦，咁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就係犯罪現場啦，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就係勁震撼啊，咁啊，然之後跟住再騎下，見到仲有爭霸戰啦，爭霸戰再後少少，跟住先見到仲有就係、是、跟咗幾條仲有水仙花啊，然之後仲有新港嘅萬事富，一早跟咗喺好前嘅位置啊，咁啊再後啲仲跟住仲有盛威啊，然之後官攬啊走出外邊啊，唔走內欄啊，費事塞車啊，咁再後啲跟住仲有呢個蘇格蘭勇啊，波普甜酒咧仲係守住相當之好嘅中踏位置喎，水仙花流頭頭披風駿馬喺尾嘅。好啦，转咗呢个约莫大半个弯啦，咁啊前面扯箭扯抽差唔多去到直路口放位置，仲系华林家火出头，罗马大帝拍住佢轻铁走喺外边啊第三，然之后犯罪现场走出嚟，外面仲有劲震撼啊，然之后仲有争霸战异国渔港啊，永宝喺入边等位，盛威亦喺内栏嘅位置啊，咁啊再后啲跟住先见到仲有苏格兰勇，然之后外面上嚟见到仲有波普甜酒啊、观澜啊嗰啲马嘅，前面第一只突出嚟见到犯罪现场竞争，咁上嚟过佢，后面上嘅嚟见到仲有嗰只系苏格兰勇，入边满利恩而家先打得着嘅，前面嚟讲见到犯罪现场斗紧竞争陷，满利恩逐步揽咗上嚟，竞争陷越骑有竞争陷跑第一，犯罪现场第二，满利恩就跑到第三，第四名应该上啊睇威利大师啦，定系苏格兰勇啦，竞争陷，结果咧白布朗哈俾佢自己讲中啦。等今年啦，咁啊真系等今年就俾佢赢埋。好啦，打破半局啦，白布朗。费明顿向来墨尔本杯，佢真系跑咗咁多年，结果俾佢赢翻年。劲震撼跑第一，哇！犯罪现场第二，满利恩跑啊第三，第四名要影下相啦。喺呢边劲震撼白布朗嘅坐骑9.9。